Hello，今天是星期四了哈，很快啊，我的头发又长回来了啊，又要再去剪了。可是政府又宣布啊，又不可以开店哦，哇啦喂，真的是很可怜啊，那种剪头发的人哦。So，至少剪头发的人我会照顾你们的健康。OK，昨天我们讲了 live 过后，我们有谈到很多啊，在讲之前那些理发师啊，这个星期天晚上9点。收看我们的频道啊，OK，我们昨天谈到胆结石，所以很多人电话打来，哦，大部分是讲，诶，我10多年前就割了胆了嘞，怎样办啊？怎样办？有什么大问题嘛？然后有一部分人讲说，我还不是很严重啦，可是医生讲有给我吃药啦，我不懂药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OK，今天我就会把今天主题分为两个 part，第一个 part 是。割了过后你要做些什么东西？哇，然后第二个是你还没有割除之前，你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的？今天主要就是给你那个 overview。OK，那我们今天来讲胆结石。OK，那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讲哦，胆割除过后。OK，当你把你的胆割除过后啊，基本上你是不可以吃油脂的东西的。OK，所以如果你已经割了胆，那你怎样办呢？你一定要少量多餐。OK，你一定要少量多餐。讲讲少量多餐呢，哈。我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了哈，昨天我们谈到了哈，如果讲你今天有个水龙头了哈，OK，一滴一滴，你一定要有个水桶嘛，你要有个水桶装了那个水，隔天早上起来你才可以用那个桶来冲凉嘛，你不可能早上起来了没有那个桶，一滴一滴的去冲凉，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胆囊的重要性，胆囊在于哈，它有一个。收集处把这些胆汁先收着，等你一吃饭一有脂肪，它马上一次过给你所需的胆汁去分解你的脂肪，吸收里面的维他命嘛。所以今天打个比方，你很后悔，你已经把你的胆囊拿掉了，要怎样办呢？有个好消息，可能讲说你不要拿一个大桶了咯，你是拿一个小小的水桶咯，一个杯咯。拿一个杯哦，不用紧，我今天先洗我的脸先，这个我洗我的鼻子先，然后再拿一点桶，这个洗我的鼻先，啊，这个洗我的脚趾先啊，一点一点的来洗，还是会洗得干净的，所以这个就是少量多餐的原因。OK，你吃一点点，不要吃这样多，你每天分餐一点吃，你还是可以吃脂肪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哈、啊？我再画回我的那个，这个是 OK，我先画那个胆。胆啊，然后这个是我的肝脏，OK，这个是肝脏，这个是我的胆啊哈。当你有胆的时候啊，它本身的胆汁是从肝里面来的嘛。今天你的胆没有掉了，可是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肝的制造的胆汁还是会进你的小肠里面的，还是会进到你的小肠里面的。只是讲它出来的那个部分变得比较少，一点一点出罢了。这个时候你要怎样去避免呢？如果你一次过吃太多的东西的话，胆汁不够，你分解不了，你就会有胃胀风咯，你就会有肚子痛咯，胸痛咯，因为消化不了嘛。可是如果你变成少餐多量的话，一点一点来，像这样子一点点洗，一点点吃，胆汁还是有它的作用在的。OK，所以第一个部分你要少餐多量。那他有些人少餐多量啊，如果你一突然间，可能一个人的 birthday 哈、啊，你吃的很多脂肪的东西，你就会开始落晒了的，落晒，你会感觉到啊，诶，这我的落晒啊，那个大便全部浮在水上面呢啊，这些全部是脂肪，因为你的脂肪没有办法吸收，他们叫做脂肪泻，就把你的脂肪全部泻出来，所以你感觉那个大便全部飘在上面的。OK，我来跳个题目来讲哈。
OK，你们知道很多那个减肥产品啊，是不是拿来讲说控油的啊？我们现在讲讲那个瘦身产品啊，不是讲拿来瘦身啊、去油啦，帮助你把身体的脂肪去掉了哈、啊。跟你讲啊，你可能听起来很简单的，哇，吃了过后我身体会把多余的脂肪排出来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很多吃了这些减肥的排油的产品后，你吃了过后，你看是不是一直落晒的？你落晒了，那些大便是不是都是浮在水面的？其实你那个脂肪不是你身体的脂肪代谢出来的，是因为它控制你的身体吸收跟消化脂肪，所以变成呢、啊，你吃进去的脂肪啊，它没有办法吸收，所以它就自个拉出来了咯。所以你拉出来的不是身体里面的脂肪哦，是你食物本身的脂肪。是你食物本身的脂肪拉出来的，所以当你把这些脂肪啊吃进去的营养全部不在啊，你的负的营养全部打出来啊，你的人当然会变瘦啦，你身体都没有营养素了嘛，所以这个是减肥产品的一个人家没有去讲的东西啊，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吃了这个哇控油啊，减的瘦很快啊，你看呢？我看我的大便油会跑出来的吧？那个油不是你身体上面的油，是它控制了你身体怎样吸收脂肪。你这样子的瘦身产品，你吃下去，你身体越来越虚弱的。OK，这个你们是可以提点的哈。我知道很多女孩子爱美啦哈。像我们最近啊，就有人讲说，诶，锦龙，我戴了 Estedinay 过后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皮肤变比较白了哦，好像真的比较滑。然后人家讲他看我的照片都问我，怎么我的脸会发光的哦？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吃那种美白产品、护肤品了啊，我就跟他们讲关于这类的美容跟瘦身的一些知识。很多现在的女孩子，她们很喜欢美白产品嘛，对吗？哇，吃到白白这样拍个照片。哇，好像白，好像哇，真的太白了啦，好像全部是地中海贫血这样子哦。他们的白啊，都是利用一些化学成分敷在身体上面啊，阻止你身体的黑色素的产生的。很多人觉得所谓的黑色素啊，哎，我跳出来讲一点，就是所谓的 melanin 啊，就是黑色素。当我们在那太阳底下多了，我们身体会增生黑色素，变黑 melanin。这些美白产品啊，它会抑制你身体产生这种 melanin，而达到美白的效果。所以这种的美白啊，它看起来是白，可是没有血色，它是白，没有一些色泽的，你就知道它只是控制你的黑色素罢了的。问题在于哪里？你要白，OK，我不是美容行业，可是我是养生行业，因为啊，我们身体晚上睡觉要有 melatonin。OK，这两个物质啊是有互相转换的功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哈、啊，你会发现到，当你长时间没有去到外面晒太阳的时候，你晚上睡不好的。可是你早上有做运动，有晒太阳，晚上你睡得特别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早上晒太阳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变黑，太阳光会制造你身体的 melanin。你身体的 melanin 就会在晚上的时候通过身体的荷尔蒙转换成你所谓的褪黑素，这个褪黑素就是让你的身体放松下来，把你的 brain activity 稍微放放呃放呃放慢，进入你的 alpha wave，让你去睡觉的。这个是有他们本身的共同点的，所以年轻人很多现在有睡眠问题，当然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消化功能跟生理需。第二个，我个人觉得改次会很严重的，是因为这个，你用太多的美白产品啊，去控制你身体增生这些所谓的黑色素，你觉得很美，可是到了晚上，它没有足够的黑色素转换成褪黑素，你就没有办法睡觉咯。就算你睡觉，可能平均7个小时，你只睡2、3个小时你就醒来了，这个是一点。OK，对于那些有睡眠问题的，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看，然后记得晒太阳。OK，Anyway。Estedinay 可以增加 melanin 啊，够了。我们先来讲这个，就是我觉得瘦身跟美白的很多误区哦。为了美而牺牲健康，我看过几个星期啊，我们就往美容跟瘦身来讲。OK，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另外一点。
这个是少量跟多餐。那第二点啊，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啊，当你的身体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诶，那个人过了胆过了很多年哦，怎么还是可以吃只有脂肪的东西又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啊，那个代表他的身体已经 normal 了，已经 normalize 了。大概你过了胆囊过后，其实四到五年过后啊，你身体习惯了。为什么叫习惯呢？因为这个胆割掉了，可是胆囊它可能还会在这边的，所以有些时候它会增粗，增粗会有更多的胆汁啊，所以你久了过后，大概五年过后啊，大概五年过后啊，你会觉得大概是 OK 了的。我讲的 OK 是啊，你不会经常有讲说胀风啦、胃痛啦这些问题，不代表你可以吸收脂肪。你的胆囊割掉了过后，你的脂肪是不可能吸收好了的 ，OK？ 所以你要怎样去保持你的健康呢？你要从问题的根源来找。你的胆囊没有办法消化脂肪，就代表你缺乏了所谓的脂溶性脂肪。脂溶性维他命，不好意思。所以你就要吃一点维他命 A、维他命 E、维他命 E 跟 K 啊，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你就要吃一些保健产品了的。OK，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身体越来越差的话，你要从保健产品人工合成也没有办法了的，你来补。就好像那些经常吃斋的人，吃素的人，你没有办法。你问我要怎样，你又不要吃肉，又不要吃蛋。我只可以讲你要吃保健产品咯，你要吃维他命 B12 咯，最重要的咯。所以对于你们已经胆囊割掉了的过后，如果你觉得身体 OK 的话，你不需要吃保健产品，我也不建议你们吃。可是如果真的觉得身体越来越差，可能是你的部分的维他命太少的时候，你还是要考虑用外来人工合成去稍微补助一下。 OK，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啦哈。那第四个部分，当你的胆汁太少，你身体的消化不好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去增加自己的肠胃益生菌。你的这里消化很差了吗？你这个时候你要给它 double 咯， double 你的益生菌咯， probiotic 咯。所以你也可以考虑一些吃一些 probiotic。 OK， 说完我还是要再重复一点啊，如果你身体本来是健康的，身体本来都可以溶解脂肪，从食物里面萃取 ADEK 的话，还有你身体本身是健康的，身体本身是会制造益生菌的哈，你不需要 enzyme， 不需要酵素，不需要什么好的醋，什么都不需要的，身体本身有自己的菌体的。我们身体的菌体有整亿万的菌体咧，你一罐 whatever enzyme 才几千万，哪里够我们身体的够？所以培养自己身体制造益生菌才是最重要的哈。OK， 这个是对全部人讲的。可是如果你有这类的问题的话，你觉得你消化真的很差，没有办法了，因为割了就割了，长不回来了，你还是要用一些保健产品去跟它扶持一下。所以这些是你割了过后你大概会看到的情况，跟你需要做的一些保护措施。 OK， 这个是我的经验了哈。那么如果过后你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你的问题是这样子的话哈，我的那个胆已经有石头了，我要怎样去避免？我要怎样？我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知道啊？我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去除这个胆结石？我会跟大家讲分享两个方法，一个是不需要开刀的方法，另外一个是需要开刀的方法。OK， 这个是。不需要开刀，这个是需要开刀。OK， 我会尽量跟你们讲我知道的所有的医疗手法，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你们很重要。我跟你们讲个故事啊，我的爸爸以前有胃的问题，因为他讲他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啊，每次跑了草场一大圈就喝一大碗豆浆，喝了过后啊，然后就开始胃胀，导致过后的自己的胃不好，然后就胃下垂、胃溃疡跟胃下垂，
然后他一回来马来西亚做工的时候，他的胃就胃病每次犯，他就会去找一些医生。他看到第一个医生是很好的胃科医生，医生就讲你要开刀，一定要割除那个溃疡的地方，割了过后你吃饭要一点点吃咯。所以他就觉得还要开刀这样严重啊，他就慢慢的去问，就问那个朋友，他讲说哦，我也是开刀，哎呦开了的话很可怜哦，吃一点点东西啊，那个饭就会吐出来，那个肚子会一个洞跑出来。他讲啊，这样不是很正常嘞，所、以他就一直去问不同的朋友。有一个朋友跟他讲，我也是这样子，我去哪里哪一个医院啊，新加坡的哪一个医院啊，去跟他拿一个药吃，吃了一段时间就好了，不要去开刀。我爸爸就去先去吃药咯，啊，吃了药过后真的好回来了。我跟你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是什么哈？因为很多时候。医生叫你开刀，而病人选择开刀，不是因为他觉得开刀好，是因为他不懂还有什么方法。当你有很了解有什么方法的时候，你有一个选择权去问你的医生，医生啊，你要我开刀哈、啊？你有没有这个方法？有没有那个方法哈、啊？如果医生讲哦，这个方法我们没有啊，那你就知道了。医生建议你开刀，不是因为对你好。是因为他不懂其他的方法啊，所以我今天把我懂的东西跟你们讲，至少你们在做治疗的时候，你们知道，诶，医生啊，有没有那个方法？你没有，没有，不要，我去另外一间。至少你可以找到一家是所有都好，所有手术都有的，然后他会跟你建议哪一个对你是最好的，而不是哪一个对医生最方便的。刚刚那个切胃的最快吗？最方便，看到效果又赚了最多钱。OK，所以我这个是我的用意啊。所、so, 以我讲第一个 example，其实有胆结石的，你可以吃药的哈，它有药可以吃的，这个是给属于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OK，可是它有好处跟坏处，OK，我先讲它的功能是什么了哈，它主要的功能是像我们今天我们有胆汁哈，当胆汁太多太浓缩的时候，它就变成结晶体嘛，这里就变成结晶体啊。没有办法了嘛？所以现在如果我找到一个方式哈，我的这个胆囊里面哈，我把这里面的胆汁哈，把它变得比较淡，本来很浓，我把它变淡一点，然后这个淡的胆汁就会去 就会去溶解掉它里面的胆石啊，是不是好啊？所以它的药物主要是在于去淡化你的胆汁。你的包 juice，它把这个单子淡化了过后，希望这个新增出来没有那么浓的胆汁，可以溶解掉那些胆石啊。它的坏处是什么呢？就是讲，如果是有点大的话，你要很久咯，没有办法咯。OK，可是安全呢、啊，就只是吃药罢了啦。那第二点是 injection，就是你要打针的。打针的方法又分为两种。在马来西亚，应该大部分是用一种方法罢了的，OK，有一个叫 PTC，一个叫 MTPE，OK，这个是怎样啊？这个是你的胆，它会，你现在有这边有个胆石头啊，它会打一个针，它把这个 MTPE 的 liquid 注射进里面，去燃烧溶解掉这个石头。燃烧掉、溶解掉这个石头了过后啊，你的石头就可以根据你的其他的包 juice 给它排出体外咯啊。它的坏处是什么呢？坏处就是它有副作用，如果它抓不紧这个地方，这个它会溶解掉你的胆囊，会造成胆囊发炎的哦，所以它就是会有 side effect 啦哈。因为就好像有些时候我们有冰波什么的，有一些点滴冰波，你点到你冰波刚刚好的地方，它会加快它修复；你点错地方，你那个好的地方会被烧掉，一样的道理咯。所以你要点对的地方，这个是打针，OK。那第三个方法，哦，我写在这边的啊，不要，我擦掉。第三个方法。就是震动震波行啊，震波把那个里面的石头给它震碎掉，震碎掉又有分两种方法，大部分看到的是用稍微就是用超音波的，音讲写了音
波，一个是用磁波，是 magnetic resonance。OK， magnetic resonance 跟超音波，它主要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啦，就好像你照 baby 这样子，要擦一个 cream， 然后 scan 啊，然后看到 baby 在那边动，一样的道理啦。你是躺在，然后他用那个 gel， 然后用他的超音波去扫描先，找到了那个石头的地方，就增加它的频率，它就用这个音波的振动率去震碎掉这个石头。OK， 这个是 short wave， 就跟如果你们有肾结石的话，他们也是用一样的方法的。这个的坏处是什么啊 ？OK， 坏处就是如果今天你是肾结石的话，你是肾结石了哈。OK。今天你有肾结石，你一敲碎了过后，你排便的时候、排尿的时候，它会一次过排出来。啊，问题是胆囊，如果你敲碎了过后，它也未必这么容易排出来。啊，这个是它的不好的地方啦 ，not easy to excrete。然后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因为它用这么强的音波去震碎你的石头啊，它肯定会影响你的一些血管的。所以它也会影响到一些后遗症啊，像你的一些组织坏死啦，你的血管破损啊，然后你看到那边一塌好像是黑青这样子啦，都是因为这些震碎的。可是这些都只需要时间就会恢复啦，这个是真破，总好过你割掉啦，总好过是你割掉啦。好，所以整体来讲，有腰有针有震波。 OK， 我再讲啊，还有其实还有很多，我再讲多两个。OK， 这个是属于西方的方式哈，西方的不用刀。现在我们讲东方的不用刀，就是从中医里面讲。整体来讲了哈，中医如果你问到胆结石哈，中医对急性疾病的处理，它没有西医那么快的，就是讲你痛得很功利，中医是没办法的。意思也就是讲，如果你真正发觉到胆结石的时候，基本上中医是没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了的。因为以前的人有一点点，因为以前的人他经常会去抓药啦，或者有人有大夫有江湖郎中可能会去 check out。 现在的人都是等到病痛啊很严重，他们才会去做 check out 的，不然就是大鱼大肉啦，喝酒抽烟啊，好像自己是好像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子的。所以中医来讲，他们都是要疏肝啊、通胆气啦、啊、之类的东西。所以 in general， 我觉得胆结石在中医里面它的效果不是很好啦。它的效果不是很好，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如果你们找到好的中医，就你们 lucky 啦。OK， 那第五点就是自然疗法。OK。就是自然疗法。那讲到自然疗法哈，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自然疗法，因为中医它是用以前人的文明，西医是用太过科技，只讲科学。自然疗法它属于偏中医、偏中向，用中医的基础加西方的科技。所以自然疗法他们也是用 mechanism 的，它主要分三个模式去处理胆结石。怎样去处理？那第一点我们知道了，今天我们有这个结石在这边。 OK， 它的第一部分是进食，不要吃东西。为什么它不要吃东西呢？它要让你的身体啊，把你的胆囊装满那个胆汁，装满那个胆汁先，装到满满。所以你不要吃，不要用那个胆汁给它装满满。所以你可能只可以吃水果，可是你不可以吃有脂肪蛋白质的东西，这个第一点。那第二点，他会给你吃一些 Epsom salt。 OK， Epsom salt 里面就有 magnesium， 看我昨天跟你们讲啊，对吗？所以这个 magnesium 主要在于帮他这整个肌肉啊，跟他松软一点点，跟他松软一点。 magnesium 会有消炎的作用，跟他松软一点。那第三个方法就是吃油，喝油。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一喝油，油里面有脂肪，它会一次过刺激到你的身体，哇，一下子这么多油，我要快点给你胆汁，快点给你胆汁，快点给你胆汁，所以你的这些胆汁就会在短时间里面马上跟它冲出来，所以它一冲出来了的时候，它就有机会把这些胆的结石一次过冲出你的胆囊里面。OK，所以你看呢，这个就是我喜欢自然疗法的原因，很厉害的。我们虽然我们不是医生啊，可是我们了解身体的机能，我们用一些类似的方法把那个效果打出来。刚开始你不要吃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脂肪才会利用到胆汁给它充满电。然后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人其实是缺乏 magnesium，而且我们不想要这些胆囊管太过紧绷，它太紧绷的话，我们一排出去的时候，它会卡在这个胆囊管这边，所以我要让它疏通先。OK，到了最后，我准备好了，给它很多的脂肪，喝下去，这些胆汁就会在很瞬间把里面的胆汁一次过跟它排出来。OK，这个就是我讲的自然疗法排胆汁的方法，这三个步骤。我把它分解到这样子，可是里面的真正的 recipe 不是我来的，是雷九南博士的。你们可以去找雷九南医师。OK，你们可以去找他是一个台湾，台湾应该是台湾，也是那种去到美国读书，然后又回去台湾，就是看到了医学的盲点，然后才会从事自然疗法的人啊。这个是我对他的认知，就是整个理念、整个机能，我的分析。他真实要喝什么水，要喝什么果汁，要用什么样的油，这些我不懂，我可以不可以在这边分享？可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私下发给你看他的 recipe 啊。如果你要他的 recipe 的话，OK，你们只要 comment 自然疗法就可以了。口面自然疗法，再 share 我们的 post 啊，OK，share 我的 post，我再加一点料给你咯，加一点我个人的分析。那如果你 comment 写自然疗法，然后 share 我们的 post，我会把这个自然疗法里面排胆石的一个整体的 recipe 发给你。它总共是用8天的时间，OK。那有些人还会问，这样子我怎样知道我有没有胆结石啊？那个不需要担心。只要你到了40-50岁，如果你觉得你有抽烟、你有糖尿病的话，你都可以用1-7到8天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个自然疗法，对你是没有伤害的，对你是没有伤害的。OK，不管大还是小，有还是没有，当成是一个胆的一个排毒也是 OK。OK，这个是自然疗法。那讲到开刀，开刀就没有东西好讲好了。不管是讲说microsurgery、 minimal invasive 还是这些割掉，总之就是割了，所以也没有东西好讲。说开刀的话就是开了，开刀了就没有了咯，就是这样子。OK，大致上你们看到了那个 overall 的 spectrum 啊。下一次如果你真正得到了胆结石，你应该知道要怎样做，你应该会讲说不用紧，我先试自然疗法。自然疗法没有效的话，不用紧，我先问医生可以不可以先吃药先。吃药开始痛了，不用紧，医生可以不可以打针先？打针不可以，不用紧，医生我可以不可以做一些 short wave 先？再不可以，你才来去开刀。So overall，这个是那个 process。我希望你们，哎呀，我本来只讲15分钟，OK。整体来讲，这个就是我对胆结石的一个理解。你怎样去避免？OK，什么样的饮食，什么样的原因经常会造成胆结石？我昨天有讲，那你要讲去避免。可是如果你避免不了，你还是得到了胆结石过后，你有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你得到了什么方法过后，还是没有办法，真的要开刀，开刀了过后，你要讲解决这个问题，A to Z 啊，哇，这么厉害，这么好啊，给你们这么多罗棒。OK，我希望你们大概整体对胆结石有一个很充分、很全面的了解。OK，然后因为胆结石。在我个人啊，我可以讲，我这几个星期我谈的每一个问题哈，都是上升性很快的，Parkinson 啊、忧郁症啊、消化问题啦、皮肤敏感啊、膝盖痛啦、胆结石，这些全部是并发率很越来越频密的问题。那我可以很 guarantee 啊，你身边的朋友迟早会用到的。OK，那现在我们来讲，最后5分钟给我推销产品啊。
那些第一次我来看到我们的 video 的人，那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胆结石呢？是因为我们其实还在讲糖尿病的 CVS， 我们还在解释糖尿病。可是当我们在讲糖尿病这个 CVS 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些东西，糖尿病的原因不是从糖引起的，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吃很多的糖，血糖还在那边，所以它的问题不在于血糖，问题在于你本身吃了很多的垃圾食物或者高精致食品，一些人工制成的、人工合成的物质，什么色素啦、MSG 啦、调味品啦、防腐剂啦、coloring 啦。那个叫什么 coloring 叫啊 coloring 啦，就是因为这些人工合成的东西，身体没有办法吸收跟利用，而导致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哈、啊，你的这些垃圾哈、啊，每个存在你的血管里面哦，这个是色素，这个是 MSG， 这个是coloring。这个是人工添加flavoring， 有这么多的垃圾，这些垃圾没有办法给身体利用到，所以它储存在血液里面。所以你的这些细胞哈、啊，之间有所谓的细胞液的，细胞液。OK， 所以这些细胞液。这些垃圾没有地方去，它就会来到你的细胞液。OK， 来到了细胞液过后，你的细胞液就会呈现于酸性物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酸性体质。当你有这些酸性体质的时候，它会开始影响你的细胞膜。你的细胞膜影响了你在血里面的血糖，就没有办法给细胞利用。没有办法给细胞利用，血糖一直残留在你的血管里面，就变成了糖尿病咯。 OK， 所以我们是讲说，我们的 theory 是讲，如果一个人要改善糖尿病，你不应该停止完全不吃糖，因为你完全不吃糖，身体糖是我们身体的能量来源，你糖完全不吃，你的人会越来越累，你的身体体能会越来越差，到最后就有糖尿病，你的体能又一直变差，只会加快这个恶性循环。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先去简化这个酸性物质，要怎样，然后第二个部分要怎样去修复已经坏损的细胞，这个是我们提倡的两点。那第一点，如果你要简化你的酸性物质，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用我们的 CMD， OK， CMD 是这样子的一罐很简单的 mineral supplement， 它里面的介绍我简短一点来讲，我在这十多年里面，我都吃过不同的保健产品跟矿物质，很多都是用人工合成的，我很少看到一个产品是完全用全天然的，就算是声称讲全天然的哈，你看到里面还是有些防腐剂的，因为没有办法，全天然要怎样保存的好，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全天然，是因为它是从海水里面慢慢用两年的时间才可以浓缩成这一罐的，所以完全全天然，所以我是蛮惊喜的，当我找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啊，所以这个 CMD 就会减，它有所谓的 alkaline minerals， 它就会去简化你的酸性体质。 OK， 它一罐是300块钱，你可以喝4到6个月。 OK， 可是这个只是很小一点，你糖尿病过了10年15年过后，你单单简化回来，其实 It's not the end of the it 都还不是很好的，你还是要去修复这15年里面你的血糖啊，它有做了几个伤害，第一个是伤害你的血管了的，第二是伤害你的胰脏了的，所以你要去修复血管跟修复胰脏，你要怎样做呢？你一定要有干细胞，而要怎样增加我们身体的干细胞而去达到修复，
我就建议 X 的 deny。OK，X 的 deny 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一包产品，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贴片，贴在你的大椎穴。不要小看这个贴片啊，这个贴片，叫做 photo biomodulation 啊。你们要的话，你们只要留你们 inbox， 我们会给你全套的解说。这个产品如果在现在的养生界来讲，那天我们看到在菲律宾的一个政治人物也把它带在这边来做演讲，因为他们现在 coronavirus 嘛，啊，他们就带在这边来演讲。连丹麦的皇子也带着这个出席去看足球。所以 LifeView 这个产品现在来到了马来西亚，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可以分享，因为它的产品的价钱也不贵，是590块钱。OK，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哦，我再讲多一点啊，这个 X 的 D 呢，其实如果你没有糖尿病的话，那我更开心了。其实这个只是针对于糖尿病的一些人，我希望 X 的 D 呢可以帮到你们。如果你对我刚刚跟你们讲的睡眠问题有兴趣的话，美白的问题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从 X 的 D 呢得到它的好处，因为 X 的 D 呢增加 melanin，OK，增加 melatonin。而增加你的睡眠质量。那很多人会觉得，可能不要很多人，38%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带了 X 的 DNA 过后，为什么我反而睡不着？我敢跟你确定，这类的人大部分他以前吃了太多的保健产品。人在晚上排肝毒会比较厉害， X 的 DNA 会帮你做这类的排毒。 OK， 那在于 probiotic 啦，跟你的胃胀风的现象啦，这些 X 的 DNA 都可以透过增加干细胞去修复你的胃，修复你的消化功能，还有修复你身体的整个消化系统。 OK，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先联络 NG 的电话是 012-790-2168。 OK， 如果你有兴趣要问我更多的东西的话，你们可以打我的号码0164025803。 OK， 那希望大家都有这个机会可以尝试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过后找到的最后的两个方案。然后这个周六跟这个周天我们会讲关于 LifeWay 的直销模式， LifeWay 是直销公司，那星期天我们会讲他们的案例， LifeWay 的不同案例啊，所以我希望你们仔细去考虑一下，然后希望我在我们的群组里面也可以看到你。 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拜拜。